马偕博士创立北台湾第一间西医院，拔牙牧师一边行医一边传教，却惨遭排挤和霸凌。就是有老妇可能就会对他泼一些秽物，蒙假证是他租了房子，甚至把那个房子给毁掉了。医疗传教之父马雅各创立新楼医院，高超医术却被一状告进英国领事馆，说他杀人取心炼丹药，说他专门是拿人家的尸体挖人家的眼睛。每周日晚间8点锁定三立新闻，魏德胜为您导读台湾。